原标题孙权的保佑，江东虎将中的高手用空城计击败曹丕，让诸葛亮汗颜。公众号 BUYIRUSHISHUOEMBER 274徐盛，字文相，本是琅琊莒县今山东莒县人。汉末黄巾起义，青州、徐州、兖州等地的黄巾军声势浩大，攻城略地，生灵涂炭。为了避祸，徐盛全家都迁往相对平稳的江东吴县、今江苏苏州。等到孙策遇刺，避而孙权统领江东，发招贤法稳定人心，招募江东豪杰。徐盛前去投军，因为徐成在当地以勇气著称，孙权早有耳闻，便命他以别部司马的身份兼任柴桑县长之职，并防守此地，避免失筹刘表势力的江夏太守黄祖越过此地攻击江东。徐盛黄祖的儿子黄胜带领几千兵马围攻柴桑县城，此时徐成在城中的兵力不过200余人，但是徐盛调度有方，徐盛麾下的军士们私人不取，其私兵士气如虹，先是挫败了黄舍军队的几轮攻击，给予敌人杀伤。黄舍军队远道而来，以为面对柴桑这样的小县城，守军不过几百人，肯定轻而易举的取胜，但没料到徐盛是个硬点子。正当黄舍军队士气低落的时候，徐盛突然打开城门，带领麾下200士卒竟然主动向黄舍军发动攻击，黄舍猝不及防，被打得大败灰出。徐盛的军队没有受到多大损失，便消灭了1000多敌人，吓得黄舍再也不敢带兵进犯柴桑。徐盛孙权因此加封徐盛为校尉，并任命其担任芜湖县令。徐成在平定临城南阿一带的山越叛乱有功，被擢升为中郎将，统领东吴正规军武校营屯骑步兵乐骑长水射生五大校尉组成了正规军。公元217年，曹操统领大军南讨孙权，兵锋直指濡须口，徐盛带兵跟随孙权迎战，不想突日大风，风向改变，将孙权的坐船吹到曹魏军驻扎的岸边，战船搁浅无法动弹，曹操的军兵纷纷上前发动进攻，孙权身边的将领们吓得面无人色，只有徐盛带部下们跳下船。人少势孤的徐盛在敌营中横冲直撞，杀散敌军，坚持到孙权援军赶到。小说中此役，徐盛和董袭守卫五楼船，遇到曹军旅点不取来犯，徐盛带领几百人冲入敌阵阻击敌军，为大部队赶到争取时间，最后身负重伤被周泰所救。古代将军徐盛因功被提拔为五品建武将军，封爵都亭侯，任命为庐将军太守。后徐盛跟随大都督陆逊以少胜多，在夷陵击败刘备，建功立业。222年，曹魏大司马曹休出兵洞口，妄图将东吴分为两半。曹军势大，东吴军伤亡惨重，徐盛收容溃兵，休整残兵，跟曹休隔岸对峙。徐盛等到曹休露出破绽的时候，以少胜多，取洞口之战的胜利，正是徐盛的临危不乱，才使得东吴转败为胜。孙权高兴，擢升徐盛为三品安东将军，封爵威武胡侯。大都督陆逊《三国演义》中擅长用心理战，故设疑兵的一个，莫过于诸葛亮。八阵图退陆逊追平，空城计只退司马懿。诸葛亮拢上庄神，吓得重达闭门死守3天，不敢出兵。蜀军趁机抢收曹魏国境内的小麦。历史上的徐盛也是惯用心理战的行家能手。诸葛亮224年，魏文帝曹丕亲征，带领大军直奔广宁郡今江苏扬州，企图从那里渡江直取江东，形势万分紧急。孙权下令整军备战，做好战斗准备，而徐盛却建议在建业南京城江面附近修筑围栏，制造篱笆，
并在围栏附近修筑假的碉楼，在江中准备快船，反复在江面上游弋巡逻。等到曹丕到江边巡查的时候，看到江南地区绵延着几百里的围栏，江面上东无水军战船川流不息，而且江水上涨。曹丕认为自己的战略意图已经暴露，东吴已经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江水上涨，天时地利都不占优势。擅长陆战的曹伟部队这次又是客场水战，曹丕认为没有胜算，便下令班师回朝。众人都佩服徐盛料事如神。小说中第87回跟历史有出入，徐成在广宁城对曹丕使用空城计，并用穿上衣甲的稻草人和木头做的城墙欺骗曹丕，让曹丕误以为东吴有所防备。趁着曹丕退军时，徐盛火攻曹军，丁奉射死张辽，赢得战争胜利。曹丕由此可见，徐盛打仗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经常半中求胜。在敌我力量悬殊或是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寻找战机转败为胜，是非常难得的军事指挥官。而且徐盛擅长打心理战，利用曹丕对水战不熟的情况，制造假城楼假防御工事，让曹丕心怀畏惧，能将战术欺骗和心理战巧妙结合。在政史上，即便拥有大量资源的诸葛亮发动的心理战的效果恐怕也不过如此。割草无双八中的徐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